吧。跟陈江哥谈完了，刚分手。导演还是你。咱们这个演员阵容啊，也表示非常满意。哎，能不满意吗？啊，松阳有名，江夜有名有演技，童话是有颜值有潜力。好家伙，这还真不是自夸，搭配演员，我落下还真是一绝。哎，对，当初用这个河水是。非艺术因素，准确。哎，还有，人家陈江哥一分钱不要，聪明人呐！你说，你演一部话剧，往死里演，也赶不上人家一部广告挣得多呀，是不是？所以，人家就图一个德艺双馨。咱们有些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还在那一分一厘的计较呢。你贪小利能成大器吗？陈江哥人家能成，那自有成的道理。陈江哥加上宋阳加江夜，这阵容可是当今话剧舞台没有更豪华的。最遗憾的就是你，真的哥们，我说的是心里话。哎，我也说说心里话。这个戏我想上，人物也非常的好，但是经过这么一折腾啊，我这心里边的预期值发生了变化。只要这个戏能上，哎，江夜怎么样？还那样。但愿他别再出什么幺蛾子了。就是咱们说这个阵容，那是要写到合同里去的。这个合同，这两天就签。你先睡吧，我回屋了。萌萌啊，你罗叔叔刚才找我来了。啊，我知道，他给我发微信了，他说他去见陈江哥了，陈江哥挺喜欢这剧本的，还提了一些修改意见。他想明天跟编剧见个面。嗯，你别管了，我来处理吧。萌萌啊，还是我去。陈建可这是第一次要求跟编剧见面。爸，你是怕我跟他接洽不好吗？不是，我只是怕陈建可心里边有什么，有什么想法。有想法就别过来演呗。毛毛，这个时候可不能感情用事。父与子到今天多么不容易啊，不能有任何的闪失。记住，成大事者必须要经得起这样的波折。可是您现在的身体状况不是不允许吗？我腰没事儿，快好了。你这一动，万一再多躺一个月，万一再留下什么后遗症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别担心。爸，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呀？而且罗叔叔说了，他的修改意见其实很少，没问题的我。
好，好，我信任你，那成，那你就代表我去跟陈建哥见面。嗯，你要和他好好的阐述一下你的构思。好，这个任务交给你了。嗯，那你睡吧，我出去了。把灯给我关上。好。很晚了，别看了，赶紧睡吧。我看完这一场就睡啊。爸，您理解我，对吧？理解你啊，默默。我只是希望你以后无论做任何事情，都应该怀有一颗博大的心，这样才能走得更远啊，对不对？都怪我一意孤行，害您丢了角色。行了行了，我不演这个戏，不演这个角色，但是他还有我的影子和我的气息呢，对不对？我希望你啊，从今天开始，无论做任何事情都不要一意孤行，好吗？睡觉去吧。剧本是很好的啊，默默，但是我就说这个开场这个独白啊，嗯，独白就是独白，不用害怕。开场让他一个人站在那儿，挺向观众台群上一站，先声夺人。他现在市场就好了。我活着没劲，我上班，我下班吃饭，然后观众眼前当就这么一亮，嗯，当就撞出去啊。咱现在市场也好，这不用胆小，嗯啊，我说清楚了吗？嗯，我明白您的意思。嗯嗯。行，那我今天回去就按咱们刚刚讨论的方案整理一版，回头发您助理。不用不用，发给我就行。那我加您微信吧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我随时向您请教。哎，其实啊，像你们这么年轻啊，就能参与这么有力的作品，我还是挺佩服你们的。陈老师，您别拿我开玩笑了，我能参与《父与子》剧本的创作啊，全得感谢我老爸。行，家长，那今天就这样。我这有车，走哪儿送你回家啊？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别，路上再聊聊剧本嘛。啊，这么着，先送我，再送你啊。行。啊，谢谢。谢谢啊。哎，小默默，你去哪儿啊？这么高兴？没事儿，我去见了陈江哥。聊得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他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他非常的谦逊有礼，不愧是殿堂级的大演员。那就好，你开心我就开心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去聊这个事情，父与子顺利了，我就很开心。你开心了。那我不就很开心吗？对吧？我请你吃个饭。我今天算了吧，我得趁热打铁，回去把剧本改出来。行，今天不行，明天呢？明天，啊，明天我正好在团里，晚上吧。好，拜拜。明天见。拜拜。
喂，曼姐，怎么了？思思，陈江哥那边有消息吗？你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那倒没有，但我觉得他肯定能来。为什么？第一呢，你不是说了吗？傅雨子这剧本特别的好。那第二呢，人家老艺术家嘛，时间比较宝贵，这么长时间没回复，说明他一直在考虑，不然他就一口拒绝了。那就再等等消息呗。哎，你明天有排练吗？有啊。行，那个你这两天好好休息啊，后天呢有个重要的商业活动，你必须得来参加啊。不是说最近不接活动了吗？是，但这个活动呢特别的重要，关系到你整个明年的发展，你跟苏小棠一起参加。我为什么还得跟他一块上通告？这不是说好了吗，绑定一块宣传。能给我推了吗？我求你了。能推的我真的都推了，宋总，这个我真推不掉。再说了，这个合同呢是你签话剧之前我签的，那做艺人这点道德要讲的，你懂吧？没有什么好多说的，必须得来参加。